伟大的女工。小的时候，我没有去幼稚园，我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玩，打游戏。真是。我还有好多好多秘密的好朋友。他们有时出现在墙上，有时出现在地板上，他们都长得一模一样，我分辨不出他们。我想，他们大概也认不得我吧。收起来。通通收起来，回忆通通收起来，小燕，小燕说，红色的海鲜丹，有花蜜可以吃。我们在花丛中吃饱了，我们在树下午睡，我们一起去福利社，我们要走神的时候，小燕说不要忘了我，可是现在我只能也想不起他的样子了。下雨天，下雨前，蚂蚁都会慌慌张张的跑来跑去，慌慌张张的，慌慌张张的，到底在烦恼什么呢？下雨了。滴答，滴答，滴滴答答，我们在脚踏车棚下躲雨。他说：“你敢爬上车棚屋顶吗？”于是，我们光着脚丫爬上了车棚屋顶。我都知道哦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可是，你最好的朋友是大家。爷爷，照片中的爷爷有黑的皮肤，硬朗的笑容。
抱着才刚一岁的我，可是青春的爷爷不会说话，也没有办法自己走路，直到最后载着爷爷的黑色车子消失在柏油路交汇的地平线上。那一天好热哦，一只蚂蚁摇醒了我。我想你大概不会在乎我有没有坐在你旁边吧。我想就算我不存在，对你来说应该也无所谓吧。